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段时间真的是忙得不得了。连那个蜜糖送货都没时间，准备到5月1号来了。5月1号呢，有些游客上来是吧？现在把那些零碎的东西都要搞完。建议大家养蜂呢，不要养那么多是吧？一个人50-60箱啊，差不多是吧？养个200箱的话，真的把人搞死了是吧？现在连有些换新房那个就把那个老王关了，新房出来呢，直接就懒得看，去看的是新房有没有焦尾都不知道是吧？一掀下来又要煮那个蜜蜡，还说那个有蜜蜡蓉呢，有些是打快递，有些是打包装是吧？一天忙得不得了，有时候呢，很多粉丝问我的问题，我都没有时间去回复，是吧？甚至啊，有时候半夜很多人，我觉得有点怪了，半夜11点钟还打电话给我，我靠！11点我睡着了是吧？也打电话给我干嘛是吧？甚至有时12点啊，晚上12点钟打电话过来，搞到我一天有都睡着了，又把我搞醒是吧？你看我这几天真的是忙的，我都没办法忙得过来。你看一下我日常的工作量有多大？那我们转过来看一下。今天拿去送货，这里是50斤，25罐。我看等一下住这边拉少了就麻烦了。5罐4520，刚好是25罐。一窝蜜蜂冲群了，是啊，很多的，可能有1匹多蜂啊，还有些还没可以来，还在有些在那边，是啊，他自己家都不要了，去人家家人那里，这样下去要打死完了。有一半就跑到这里来，1匹多翁，是吧？不知道为何，是吧？既有家好好的，还要跑人家那里去，再这样冲进去的，那打死完了。蛮多我连野好养，唔好蛮多，一般蛮多好难养翁。不给了。那个谁，一只上上学的。别上去，别上去，那丢了点毛。没办法，养，你这养多养多，连衫嗰啲汗水流咗出嚟，咁你话咧？丢你老味，衫啲汗水流咗出嚟就欠啦。不过今年嘅少少涨啊，如果要用啲咁多涨咧，呸都容易养个啲个桶底，咁就热啲风咁就走出嚟。话咩啫？出尽啦！你养养咁辣嘅，特别冷天又话，有几个我哋话冷冷地叫埋啲蜂都对，一冷话死，屌一屁蜂你养几多个屁个蜂养几多仲一个屁，你冷天你仲辣仲烂养。你不是你拿那个拿回去打包嘛？你拿个泡沫箱帮我打啊！那你箱子先给我了。就不行啊，这个箱我要用啊。要不是你明天拿回来就可以。我明天就拿回来吧。100斤啊？50斤。现在把那个蜡给炸了，现在老巢蜡也煮了，现在老巢没用了，一袋一袋的，还有一箱一箱的。
哎，这个狗顶天气太热了，哎。你看那个老巢，那个家具好像是很多，好比那个蜜蜂很受欢迎那个样子。啊，这一块，这一块应该13斤左右。啊，现在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工蜂产卵呢，因为有的很多说那个蜂蛹敲不出来，是吧？这个蜂蛹切的深度是一条蜂蛹的长度的1/3才敲得出来的，如果切的太浅了，切不出来，打不出来，而且那个蜂蛹蜂盖了太嫩也打不出来，啊，是吧？现在就把它给切掉。是吧？切到很深了，1/3是吧？啊，是吧？现在切掉1/3的深度，就往这边敲打就可以出来了，看，是吧？在这油炸蜂蛹啊，搞点美食是吧？今天要加餐，然后先敲一边啊，等一下再割另一边是吧？你看多个蜂蛹多漂亮。你看现在那种嫩的它就敲不出来了，嫩的它封盖封的比较迟嘛。这里半斤左右吧，应该有。你来动吗？去哪里看？现在把它弄成金黄金黄就可以了啊。今天来加点酒才可以啊。每天打包挖快递是吧？有些是送货的，这个不要说了是吧？几乎连那个蜜蜂的蜂墙都没时间去看了。反正现在蜂窝里面觉得里面有一个蜂房啊，有一个蜂群正常就可以了是吧？也懒得看是吧？发现现在有很多蜂群呢，它蜂量太多了是吧？有些是只有5个匹是吧？里面有8-9匹蜂都没有加匹进去啊是吧？啊，才加个卵了是吧？啊，一天忙到晚，又搞一下东又搞一下西是吧？啊，有些粉丝又过来这里聊天是吧？啊，搞到龙哥一天忙不过来，啊，一严重的话一天抽2个小时检查蜜蜂都没有，有时候，甚至有时候一天抽不出2个小时检查那个蜜蜂，啊，有时候呢就是说，啊，那些粉丝经常就半夜打电话过来的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什么不打电话的时候半夜打过来是吧？啊，半夜打过来也直接影响我休息的时间是吧？啊，像我昨天晚上10点睡着了是吧？10:30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把我搞醒是吧？搞醒了接个电话，弄到11:30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，那你说多玩是吧？蜂工厂呢都没有时间处理啊，本来那个雄蜂呢将近出了是要割掉啊，结果没时间去处理啊，那个雄蜂呢全部出来了，哎，出就出吧。是吧？啊，东西太多了，没办法忙得过来，只能是这个样子了。哎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已经到这里为止了，不说那么多了。